Hello，我是一心呀，哎，攒了7000个松果，烧一波，看看能出多少纳米。现在钻研真的太缺了呀！大家烧的时候呀，记得去营地市中心配置上高压熔炉的这个科技啊，不然会少很多，很可惜。看一下，7000个松果，一共给我烧出来了51万的纳米一啊，16万的纳米二。只能说凑合吧，还是不够用，我觉得。钻研一下吧。唉，现在烧完7000个松果，总算是有纳米了。我们继续钻研马刀，不知道材料够不够呢？材料好像不太够，爆机出的也太少了。7000个松果烧了50多万的纳米，我估计还不够点马刀10级的。那个马刀没新币了，天呐，新币居然不够了。回头还得刷新币去，哟，没小太阳了，充组648吧，这哪说的？抽个棒球棍好像也没啥用。后面马刀升4星，不就是可以出3级了吗？奸商的秘密，哎，还可以啊。现在奸商倒也没有说特别坑，新币居然不够了，这得天天钓鱼了。哎呀，养一个号真是漫长啊。